我发现完了，我有点不会玩电脑，玩电脑是个基础。哎呦！什么鬼？我好黑呀、啊，能不能调个光啊？我自己调了。你看，你看你这个光。什么？不要害羞啦，我们就把磨皮磨的美白美一下，粉嫩就不需要。可是这个光还是好难看啊。就不能换个好看点的？你这你是不是有滤镜？说，真的没有滤镜吗？就感觉就加了一层那种雾蒙蒙的滤镜。好了，继续研究我的电脑。这个是怎么地？我是要回复他们吗？讲话呀！你不讲话，我怎么知道？你看看，你看看。所以我要是要回复他们，我是要点回复吗？为啥我发了出去？我是不能自己再发消息了，对吧？很纠结，我不知道该选谁。发消息吗？可以发出去。还是我必须要选择图片啊？哇，可我你发了那么多条，这个网有点慢。嗯，估计可能官网。什么？我发了很多条，这个网有点慢。一刷下去全是你的。哦。你就说你发了几条。哦，因为他一直没有那个什么，我天，你这网真的是的，是的，我很聪明。然后呢？现在就直接回复吧。哦，好，是的。电网和今天晚上大概锅，所以我这样就发布成功了。哇，让我来刷新一下。别告诉我你下一句就是时间贵。才不是呢。哎呀，这个是真人哦，真人答题，真人答题，虽然真人不太懂，但是呢，好了，刷新。看得到，为什么要别笑？今天，好，我要吃饭了，各位。哎，这个好复杂。哎，我想不好发啥文字。感觉自己瘦了，哈哈，脸呢？瘦。哎，这个回车不能，这不能发放哈。对，直接点。这个系统可以更新一下。哇，想上传个图片。刷新。好。想来个图片。哎，这里又不见了。在。翻我就跟定你了。好呀，来我屁股后面跑呀。来呀来呀，不要害羞。多吃一点。有 chicken nap。有是什么鬼？你俩在这逗我。又说啥？完了，这个东西很，哎呦，谁？对，完了，我连字都不会看了，谁都看就是看不到本透明。那我看得到你，我一定是皇帝的心中。不翻我就。那我看得到，我一定是最聪明的人，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我一定是，完了，不会打字啊、哦，是最聪明的人。只有聪明的人才会看。
起来。嗯。哦。想我了呀。连呀连。连呀连呀。连呀连呀。来啊。连呀连呀。来一起来放肆。啊。放肆。放肆。嗯，就想知道新公演左多还是右多？满场乱窜，可以吗？这个角度好看吗？苦苦的我，静静的看着。有点苦，真想把你手机交过来，抢过来教你。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怎么搞呀？套路。想抢我手机。多一点真我的手机长那么可爱黑黑黑哇哦好饿不知道吃什么可可有什么推荐的吗好的重庆什么大不了我去上海小面来煮酸辣粉和高铁豌杂面二选一自己报销耶发送嗯好的可以先口口要好吃饭直播差不多你可以说一下直播就完了哦就这么点谢谢谢谢谢谢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待会儿 S 队的新的旅行公演7:30马上开始一定要收看哦 Yo 拜拜等我慢慢研究一下这个东西